最后两分钟，最后两分钟，他的异星挑战目前还没过，大家能不能在那个飞机抽剩最后一秒的时候，大家多送点大气，这样可能就是这个能直接福星挑战就过了。嗯，只用十个人就行，不用多，十个人一个零点一鱼刺的就行。谢谢格雷亚的飞机，这香肠一直拿着吗？是一直拿着。阳子致命点烟，这螃蟹有这么猛吗？这螃蟹算了，他给你秒了，我先吃个冰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最后一分钟了，现在是十一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，直播间有个2000块的抽奖啊，马上结束了，我有点慌啊，我有点慌，还有40秒啊，不行了，谢谢拉特利的飞机，先不止啊，这波先不止，学 QEJ 能活活个屁，那 Q 跟 E 都一样的控制时间，有什么好学的，谢谢绽放，还有10秒钟啊，还有17秒，最后17秒，谢谢拉特利绽放，感谢 V9A， 谢谢擎天柱可爱喵，谢谢消失，大家有大气送点大气吧，我指挂扣，我闪现，好疼，恭喜 VL9， 再来点大气兄弟们，哇你真敢上啊，我都不敢上，俺俩必须得杀 AD 可能才能双杀啊，不杀 AD 肯定是不行，先擦个眼，我都搞不懂这 ADC 在这装什么逼，我给打死他，还行啊，可以接受，一换一俺们也赚呢，这不血赚吗，来这波中路跟我直接越塔强杀卡萨丁，一定别让卡萨丁在前期拥有一个良好的发育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好像不能越塔，在这等他啊，在这等他，来来走呗，止住，炸死了，平 A， 吃个冰，再吃个冰，剩下的靠你自己，杰跟不上啊，我们别急，杰是跟不上的，这英雄没影子跟不上，来我这里集合，来往下走，跟我一起来，捉三圈又悟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朝睡朝起，我们来做运动 ADC 呢，
杀螃蟹，杀螃蟹！这怎么下来个爹？这是我死，兄弟们，你们走！我的妈呀！下来一个爸爸。而且他是六级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要是个四级五级的也就算了，他还是个六级的。黎明就在眼前，这螃蟹怎么连辅助装都不出啊？得，上路是个傻的。想想怎么办，兄弟们。那螃蟹不出辅助装挺有意思哈，这不藐视我呢吗？死，晕，往他前面走，别让他一走，知道吧？护点鞋。A Q A E 子平 A 再 A 再 A， 别着急啊，等他开大我们晕他。哎呦，这伤害有点高啊！关键是螃蟹没打死。他俩下路基本上是没啥视野，等寡妇六级赶快赶快吧，应该有机会，我们控制还是很多的。下边来螃蟹没闪，来可以打。先杀野地皮，螃蟹也得死，没事。这人头咱就不要了啊！我要这人头赢不了这把，我塞不动。谁呀、啊？来来来来来，中路死了，中路死了，哪好办呢？这我绝对不能倒下，这不好去呀、啊，兄弟。这蓝枪怎么回事？给我晕！这不能不要了，万一蓝枪闪现了，这小黄毛打不死我们，血亏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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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行了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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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他打个蓝。这我就不止了，我止危险，危险系数太大了，危险系数太高。这沙漠玫瑰他技能都能挡，他就很烦，这个英雄这怎么整？不打了，打不过，俺俩打对面打不过，那小黄毛伤害太低了。他但凡伤害能高一点，我直接止住对面 AD 都能秒。
看他伤害太低了，这就这样式儿，那螃蟹都打不死，你看着没？没知道。而且那扛螃蟹还是没闪现加扛塔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不指了，指了也打不死，拉倒了，算了。我们现在指那就是白送。这不能回家，这回家他死了。等个大招吧，等个大招。我估计他大也快好了，可能。我们可以等寡妇，或者是等一波大招。这波直接上，别你给我晕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还来了一波二换二，哎呀，上路已经超神到家了，那也管不了啊，那俺们打好下路的也别管他了，别着急，慢慢打，这慢慢来，慢慢来啊，一切的一切慢慢来，虽然中路也没用，上路也没用， AD 也没用，辅助也没用，打野还能稍微有点用，但是不要着急，慢慢来。这刀锋是真猛，哎，漂亮！我指，哇，这个指没指到。别打了，沙米拉来了，沙米拉，快，沙米拉复活了，沙米拉。别急啊，我不知道那螃蟹旁边有没有人。先晕卡萨丁，闪现走 W 一回来操作了一波，虽然没什么用，那卡萨丁蓝不够，还好。日炎600块，把药卖了吧。然后出个小反甲。哎，卡萨丁白送，漂亮。我刚才看你025，你怎么又死一把呢？人家都来中路打波团了，你026了。我的妈呀，这不是爸爸来了吗？快跑啊，快跑啊，快跑啊，后边来个鬼来了。哦，还跟我来了一句逃破嘎破，跟我整鸟语是不是？别整鸟语了，你也差不多。你打个卡萨丁打成这个熊样，你还玩呢？
哎呦我这刀锋，套个点盐吧，没多少血了 WEQ 啊，上去掏啊，对呀、啊、这还不掏，我天哪，可把这个刀锋给下当了，可不容易，还好我们技能全甩在脸上了啊，借助防御塔把他打成残血，可以，这个魅惑乱配几狼，对面有点狼稍微、啊、对面薛微有点狼啊，发现没，我们家拿条小龙其实能稳得住，别着急，慢慢来，虽然上路是个一点用都没有的人，但是他还是在一直的玩，在发育，他有斗志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他有斗志那就行，最怕的就是一个人他丧失了斗志，我把野区视野给我们家做好啊，守在前线，右边视野其实没啥用，右边不用太做，我们主要做左边视野，我会保护你，哎呀我得把这个扫描给他摁了，要不然我这几个眼儿白插了，他100%要过来扫我眼儿，你知道吧？我扫一下先。保持警惕。哎，我们把卡萨丁抓了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一个一个杀，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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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，一个一个杀，别着急啊，就慢慢来，慢慢杀，慢慢抓。这洛克丧尸之手可以啊，值钱了，二换一，我到位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螃蟹能如此之嚣张啊，拿人头，知道我们家的优势是什么不？视野，我们家的视野比对面好太多了，基本上是开图了。嗯 ，nice， 一个一个来啊，一个一个来。小黄毛也起来了，磨切了。对面没辅助，这就会导致他们家的视野会缺失。先 Q 点燃，平 A E A Q 死了，白送，来推中啊！为什么不推中塔呀？一 Q R 挂住，哎呦！可以让他换没关系，我也不值钱。小黄毛那波死的是不应该的，他死的也不应该。我等个针眼儿，现在要去大龙做视野了。你们可以看到啊，一开始是十级比二十级，现在变成了二十级比二十级，啊，已经只差五个人头了，不差几个人头了，已经。针眼儿要插上。假眼要插上，扫描一下，再插眼。
其实我都不用扫描，这把我们就视野做好就完事，不用带扫描，没有意义扫描。他们家全是三个扫描加两个眼，没有眼石，我扫啥？你说我啥也扫不着，我没什么好扫的。这中路的线得要啊，中路的线不要进塔了，你过来连守一守。不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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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这落手啊，这真是阴刀锋斩线斗。这落手啊，真的是一点用也没有啊。法术没有大，别着急上啊。我们也没有余震，不够肉，勾引一波。呦！别打棒球放扣，我没死，可以。勾引成功。小龙可以要。现在得去拆塔。我觉得吧，我们可以去入侵对面了，不需要再做这种防守眼了。啊，小三，这刀锋啊，就跟个鬼一样，我拖一拖吧，看能不能拖得住。我再拖一拖吧。一换一还行，可以接受啊。我不带扫描了，我换个元件改造吧。扫描没用，扫不到东西。往前追来，先控刀锋啊，把刀锋控住。来指对面螃蟹，对面已经打不过了，走打大龙。守在前线，一波零换四。寡妇死的确实不应该啊，寡妇死了拿不了龙了。我会保护你。没关系，推波中吧也可以，没事。快拆，插个线眼。为什么这个眼他们能看见？
蓝枪控制了，这就是没视野，知道吧？往里边乱钻。没有眼儿的呢，对面是没有眼儿的，对面没有一个眼儿，他们家只有远见改造。我指着了，把跳弹给他打了。这卡萨丁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他四成 R 都用了，他这么不怕死啊？他连蓝他都没有，他跑个屁，他往哪跑？我绝对不能倒下。对面都不做眼玩毛线，那都不做眼啊，都自私啊，那都自私咱就别赢这种团队游戏，对吧？那要都自私的话谁也别赢。小龙对面一个真眼没有，一个假眼没有，不买眼没有一个人买，俺们家都三个针眼，你瞅瞅。啊，别人没意识做眼，结果到你了，这就是自私了。那我们家人咋有眼呢？同样是这个段位，我们家人咋有眼，他们家人咋没眼呢？先杀这 ADC 啊！抠一下闪现走，来再抠，止住 A， 这太猛了，这刀锋！哎呦我操！其实我都不应该跟你说这些，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呀？你说。自不自私你心里还没点逼数吗？我就说点咋的了，说点就不行啊！我其实我就不应该跟你说，说的其实没意义。你可打不过这刀锋了，兄弟。来我这里集合。跟你讲点东西吧，就老得降，哎，说一句降两句，说一句降三句。对面连个辅助装都没有啊！我说对面不做眼儿啊，五个人都不做眼儿，没有一人买真眼儿。我说他们自私，然后跟我来了一句：“呀，别人没意思做眼儿，就是自私。”走，别打，快跑！别打，我们家少人，如果被一波，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你死了，我们家就被一波。寡妇没活呢，别着急。谁死了？蓝枪死了，反正啊，这可不好上啊！小黄毛没血了，没关系，他杀不了我。保持警惕，回家！你这没血了还不回家？快点回家啊！
艾欧尼亚召唤了，快快快快快快砸刀锋！剩俩人，这螃蟹应该能杀的，螃蟹没有大的螃蟹，可以。这刀锋有点猛，怎么能处理一下这个刀锋？这刀锋太猛了。别搁他面前皮，你知道吧？容易皮死，这玩意儿呢太猛了。我们可以水龙龙魂，也可以大龙。可以龙魂，可以大龙。来来来来来来来。那刀锋我也不起，先回家。来我这里集合。可以杀。太阳照常升起。还追呀，刀锋刀锋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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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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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左边有人。等我操。杀刀锋，先杀刀锋，落手先上去死呢。对。我指给大。先杀刀锋，杀刀锋晕。好，大龙。可以追也可以杀人。可以杀人也可以大龙，都可以，可以，大龙大龙大龙，水龙龙魂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把他晕住，大龙，龙魂，你去吧 ，AD 活着呢啊。落手站起来。他又起来了，来龙魂加大龙，双龙会，保持警惕，是吧？你怎么猛成这个样子？这给我打的，快救一救，快救一救！给我打屁了，我天！这刀锋给我一顿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他没眼儿。装备都起来了，就好办了。阿米拉，结的大马上好了。我个人感觉这波他有点装备了，但是还是杀了。哎呀，这都能杀呀！这我真是没想到啊。这么多血都死了，半管的血呢？我绝对不能倒下。落手站起来了，落手。哼，
弱手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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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那个蓝和红拿一下子啊。插个线眼。咱俩能打死这刀锋吗？差点意思哈，好像费点劲啊。这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打不过他。如果他直接反打 R， 哎，但是我的控制基本上能控他五秒钟差不多。小黄毛整点伤害，这刀锋又没有水银海，我可以直接控到死。他把皮鞋换了，哎呦我落手，哎呦我落手起来了，落手，落手起来了，落手，落手。站起来了，守在前线。我先放他的一招，先杀后边刀锋啊，止住，晕住。那杰呢？给我止，收一下，上路菜。他再敢 R， 我就直接杀他。晕子，剩几个人？寡妇能杀的，寡妇区区可以。18级卡萨丁，兄弟，18级卡萨丁啊，这是也是不太行的。